星光摩天大楼今天举行登高竞赛，总共46层楼1006阶，吸引5000人报名参加，而最小的只有4岁。5000名选手个个摩拳擦掌，准备挑战1006个阶梯，高46层楼的星光大楼登高竞赛。就连艺人 Janet 也来共襄盛举，带头冲上楼。很不错，就是这个精神啦，大家一直都想要往上爬。率先抵达的这位阿贝，可是从第一届开始就连续参加到现在。不会很累？不会啊，这个叫做运动哈。你参加31届了？嘿，对。从第一届我有资料啊，要不要？我都有带来。许多人完成登高后，纷纷在顶楼拍照留念，纪念自己达成纪录。这次参赛的民众最高龄96岁，还有妈妈带着年仅4岁的小孩一同来参与，不和别人比速度，唯一的是挑战自己的极限和追求身体健康。中央新闻台北综合报道。